钱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得到的东西。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百万富翁，那就先从拥有100万个点子开始吧。我是迪·贝尔福特。我很好眼熟啊你。我好像跟你配过别的戏。是的，你深爱的人。我不认识你，我是迪·贝尔福特。之前是不是有那个 Mickey 的那个 T？ 阿昭也有这一件衣服。他就是看这个认识我的，在网上，然后微博互关，结果他还买了我的同款。对，他有必要迷我迷成这样吗？对对对，我们对了一下，买在我前面的，对，跟我本人毫无关系。原来是他迷我，你为什么那时候不承认？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是谁借谁用，播完以后再查的嘛，咋办嘛？怎么每个人都要解释一遍自己曾经犯过的错吗？就是来了以后，我今天是综艺判官，真的是问罪我们每个人，打分吧，八分，哎，八分。哎呀，说到这个投资，我之前跟朋友合资开过一个密室，哦哦，亏的毛都没有。我也做过生意，我也亏了，因为没有那个精力在上面。这是位于重庆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公交车站。啊，你知道刷到过，就是这种是吧？哎呦，行，就是你奠定你在我们这儿信任度的时候到了，错这一题你就。请阿娇读一下吧。迪哥给朋友录了一段吆喝声，是真的吗？什么？是中文吗？真的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你看过热搜吗？我看过这个视频，他就是一个正常卖水果的，然后因为这个声音火了。哇！迪哥，你是哪里人啊？我是中国人。China， China。你刚刚说的那句话是什么？妈妈，我要吃柚子，红心柚。吃几个？吃五个，好吃好吃。请作答。真的。对。三、二、一，请作答。来，请揭晓。答案就是他，甚至不是我录的。两组答对，一组答错啊。记得那么清楚，有没有可能不在重庆？不是，就是整个事件你们，而且贺一说我看过这个视频，我当时想说他既然刷到过就稳了。我刚问他是辟谣还是真的，他应该是真的。视频能不能看完啊？每次你是刷到了然后马上刷走是不是？专门开放给摩托车友的酒店是真的吗？有。你确定啊？因为重庆就是骑摩托的很多嘛，摩托文化很丰富。你刷哪刷到的？什么？我也骑摩托。哦，那就可以相信他了。他真的是有一个，那是在重庆吗？对，重庆。行，这个事儿反正是真的。那他问题问的是啥？啊？问题就是。我很好奇刚刚说的什么。他问了一个问，他说请问一下这道题是什么。特意的工作人员在吗？给孩子配副眼镜吧，出来录点综艺答题，一道题没看清楚。专门开放给摩托车友的酒店是吗？我就说你们为什么把字放到这么大。过来过来看，还是你过来，正好过来看一下。专门开放给摩托车友的酒店。知道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吗？还是什么？那么近，你是200多度吗？他是不知道这个游戏在玩什么，还是？他才发现这有字。哦。哇，他耳朵红了。没有，我一年四季都这样。啊！
意说我刷到过，我也刷到过。我说为什么人家停在这儿的摩托车要展示出来呢？这是老板的，这是老板他自己的摩托车。长得好像酒店。你们领先喽！哦，又领先了哈。所以我们答错了吗？科一的 PD 在哪里？他问问题，所以我们答错了吗？不是，图中的酒店是假的。你还以为我们对了是吗？重庆火锅是为了治感冒而发明的食物，是真的吗？那不应该是防治疗感冒？太局限了，说的对吧？对，感冒为什么不吃感冒药啊？那你们知道的是喜剧是肯定有时候会赔，对，有收益的。嗯，那就这个投最多的，投这个投一投，这些投一些，对吧？就投六成。我们是最弱的。收益率最低就我们，啊，你们不是第一名吗？嗯，我们线索太多了给的。你们摇还是不摇吧？来吧，摇吧，摇一下吧。所以要么认输，要么摇。我弃权。你不勇敢吗？你，嗯，不勇敢。试一下，为了综艺，为了综艺，怎么说？迪哥，有了那颗心，为了综艺，为了效果，为了一切，摇一个石，创造奇迹，创造奇迹，为了综艺，为了综艺，为了综艺，有没有可能？如果我超过，如果你摇出石，第一名给你，第一名给你，好，好，好，来，好，好，好，他只要一说录综艺，我就没有理智。迪哥，所以如果摇到十是第一名，如果爆了他们第二名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！哇！我要四，要我要战胜黄子弘凡的颜胜不了。六六六六六五六！哈哈哈哈哈！五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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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掉了啊，积分作废啊！你再摇一次，如果你这把摇到十，线索给你看。可以。哎，答对有答对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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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下等一下。救他了。我的卡叫排除万难，你因为没有时间去看 Twins 的演唱会，于是排除万难邀请到杨迪演唱四川方言版的下一站天后，花费了一万，扣我一万块钱是吗？我自己看自己的。我们也没想到你会自己抽到这张。即使有天开过唱，谁又要唱？他不过到天上。四川话吗？这个是差不多吧？对嘞，差不多，对嘞。这什么手机啊？加油，小童！
演，我是请看一下。再读出来。言出法随，你指定一个最懂你、最能发现你优点的人，让他所在的队伍赚30万。我呀，于情于理都是我最懂他。我们在车上聊得非常开心。不能是自己，不能是自己组呀。也 OK 了，我觉得也 OK， 没关系，情同手足。你的妹妹结婚，你学习迪哥只随400的红包。哎呀，但因为妹妹看过节目，希望你像 Harry 一样大方。最后你送给妹妹60万作为嫁妆。哎呀，我妹妹是吗？是给我妹妹吗？没关系啊，给妹妹60怎么了？你给妹妹400像样吗？我后面给了妹妹好多，我都不敢说。啊、不，没用了，播出永远是400。贺一，靠你了啊！我们现在最后，贺一就靠你了，把我们送回第一。大牌驾到！好，你看这是。大牌驾到，投资影视剧遇到耍大牌的演员。耍这个演员带资进组，给我们剧组50万。哎，现编啊，要点脸吗？杨迪啊，杨迪因为耍大牌导致项目没有按时交付，亏损50万元。扣钱已经是还挺惨的，耍大牌嘛，让你耍，你还不如多给你妹妹50万。你在这儿。为什么我们按？我们按了，但是有问题。不是你们这个坏掉了，我觉得这个没事坏掉了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我们跟他们换一个试一把。哎，行、啊。如果按到的是他那个，那就是道具问题；但他们要还能按到，那就是他们手速快。好的，好的，没问题。那我们换一下哈，再换一下。结果会不会换了以后我们再也没抢到啊？准备啊，不出题。三。手速快，手速快，手速快，太厉害了！牛，我只管答就好了，你就按我就答，不要留任何情面。好，你们要不要再换回你们的本来的？你们得好好用哦，没找到那个节奏，真是。哎，烦，要狂按。觉得你按得很快。对啊，我很快了，我没 get 到他这个系统的点，其实。因为你们经常是一的时候一起按的，所以他要一喊完再按。我们一开始也是按照一犯规了，犯规了，一，我都没按，我跟你说，棒棒拿给我，棒棒，我给你抬走，那是工具，不是武器。我给你绑呗，老师，杨金龙铺的老师，我在这边打，没事，你在那抢，我话外音答，我就在这儿，没事。是谁？爆改后的我，杨迪。真的吗？答对。就他吧，东窗事发，我的妈呀！你这个你看得懂吗？看得到吗？呀、嗯，不是我。谁呀、啊？是我们的人啊。谁？是你。杨迪因为未授权走穴演唱。我吗？下一站天后。哦、对，原唱 Twins。追讨版权费80万。追讨版权费80万。忽然就扣了我，都不知道发东窗事。你那么多钱。等一下，这个东窗事发是谁抽的 ？Harry， 就他抽别人的事儿，是他吧？是我扣我啊？就抽出来看到是谁的名字就扣谁。因为你上次唱那首歌赚了10000块。即使有天开过仓，谁又要仓？哇，居然还有扣 back， 所以说其实你这把注定要被扣80万。哇，行，我抽，右边第一位同性要赢得300万，一劫金兰，不敢打开，一劫金兰，一劫金兰。你跟你左边第4个人一见如故，一二三四，耶！你说
我的就是你的，于是邀请对方和你互换卡牌。来，在我们同时翻牌，好吧？就他了，一二三，200万，20万，所以相当于迪哥加180，然后这边扣180，200万。哎呀，20万，我抽了你一个零头。你是啥？天哪！这个好难。哎，杨迪，你这个很难。请问一下，我还活着吗？我还活着吗？哇，这个精准。嗯，有一种阿娇姐回答，我不想听她说话。永远在我们心里。哦，那就是已经可能没在了哈，这和这不得罪他哈，有点得罪其实，嗯，有点得罪他，在大家心中可能是一个很有名的角色人物。请问一下，皇子有看到过我吗？当然看到过，旅游的时候。旅游的时候。他问你好聪明。嗯，好。他已经知道了，他在装。哼，我是景点，我肯定是很有名的景点。请问你喜欢我吗？你喜欢我吗？喜欢，是我的偶像。哦，我是你的偶像。我是三个字吗？可以是。可以是。不不不，就是说，就是说你一见到我，你会几个字叫我？不会叫你的吗？不会叫你。不会叫你的。你不叫我。叫我。好奇怪的叫你。可能就啊。哇哦。行，我下，我再留你们一轮哈。我是不是妲己呀？我是不是妲己呀？我这个是人吗？是啊。你以前是人。啊，你以前是人。你叫吗？你跑不到哪去，你叫吗？嗯，我请问一下，我是只有我一个，还是有很多？还是有很多？还在问我是不是兵马俑？不是。我已经答对了哈。好，恭喜迪哥答对。很厉害的，真的。我的很难是不是？你这个巨简单。哎，你现在表情好像哦，你刚刚看那边的走对。啊，哦，已经像了。哎，别动，别动。对，再来，三二一。来，哎，一模一样。你这种把我弄懵了。请问一下，我是一个歌手吗？他也喜欢唱歌。对，他喜欢，他都是喜欢。但他不是歌手，他喜欢唱歌哈。对，喜欢唱歌。对，我有多高？他肯定没你高。他比你矮。哎，我认为他应该没你高。行行行，反正他没我高，矮矮的。请形容一下我的长相。蛮可爱的。很可爱。对，很可爱。哦，好可爱，绝对是什么卡通形象，咩咩咩那种。嗯，哼，我突然有点懵，一个这样歪斜眼怎么那么像呢？它很灵活，可以很快。哎，也不快吧？哦，我知道，我突然知道了，哈哈，我先说喽，嘿嘿嘿，闪电，闪电，哇！牛，答错了哈，烦死了。哎，到我了，刘先华。啊，谁呀？我谁？先都别走啊，跟我有关系。跟你有关系？你上次办的什么玩意儿？你不一定是我办的，但是他跟我有决定性的关系，在某个环节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突然知道了，那是个鱼哈。叫做尼莫，对，小丑鱼，没错，小丑鱼，我刚才马上就要用那个尼莫骂他了。尼莫，迪哥，来，没有，等一下，你们有什么想法？我们已经
我们是不是很久就说说说？杨总你好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迪哥啊，好舒服，好舒服，帮你擦一下眼睛好吗？对，你的裤子。希望你的公司可以注资来我们公司。我能得到什么回报啊？投资你们公司，这马上都要录完了。我问你，你想成长多少？你问你自己，你要什么？你的人生你要什么？你想赚多少你就放多少。哦，我在我那儿挺能赚的，我们都是一个买卖，都是一个买卖。没有，你投到我们这儿，然后我们的演唱会你都免费看。而且免演唱会赚的一部分，一部分赚的一部分。Terry， 我们在玩游戏而已，我们在玩游戏，我看呆了。必须有面子。就这样了，这样我看哈，你的任务就是想要把皇子他们公司，我们不想做最后一名，我们可以直接送你们200万，好，就 OK 了，你们拿去用，反正我们不要做最后一名就好了。那个，不不不不 ，OK， 好，那没办法了，我们也不要，绝对不会。喂，哎呦，谈了那么久，啊，算了。